我们这个场景到我们这个场景到了一个重训的训练，我们这个场景到了一个重训的训练中心。那我觉得非常厉害的是我们自己打我们自己的灯光，自己创造自己的阳光，这真的是超级厉害。因为外面的天气可能不太稳定，那自己打我们自己阳光就可以有比较，可以控制我们的光线要照到哪里，然后有怎么样的纹理出现在我们的画面里面。